你重新再讲一次头先嗰句话，大声啲讲。做咩啊？出家？唔系啊，唔系出家。嗰句。金喜什么他妈的是金喜？你给我翻译一下，什么他妈的叫金喜？什么叫他妈的惊喜？系咩咩惊喜？他妈的叫惊喜！你最惊喜系咩？你近呢近呢排时间，你觉得好惊喜嘅系咩？呢排时间好惊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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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惊喜！我最近有个好又唔话好，你分享你个，我参考下，一啲啲惊喜咧，就系、是、我发觉最近去餐厅，佢哋屋企人去食饭啊。不是真的那么多鸡食啊，即是鸡走出了去了。是啊，即是有种感觉是以前不是说过年的东西吃到好厌啊，成食鸡啊咁。那个饭今年不是了，今年变了。是吃什么海参鲍鱼。烧鹅啊，海参啊，真的海参鲍鱼。真的海参。今年主推的。跟住很犀利的东西是多了很多。奇怪怪的东西。那些叫热菜小炒啊。嗱，幾個都幾驚喜嘅。有一日有一個去食呢個叫做嗰啲蘑菇啫鵝腸。嗯，聽到驚喜。哇，好驚喜啊！真係諗唔到蘑菇可以同鵝腸啫埋。係嗰啲白肉菇啊，即係嗰啲長長嘅蘑菇、鵝腸。你知啊，鵝腸有一煮住佢一煮住啊嘛。跟住佢啫煲咁樣樣。成抽嚟。跟住有啲豆啊，有啲咩嘢入邊咁樣樣啊，幾好食呢個嘢係我今年。叫做驚喜嘅何年何歲菜 top ten 啊！雖然佢叫嗰啲咩好意頭名，我唔記得啦。反正係呢個嘢，跟住仲有一個係炸鴨腳炸鴨翼定唔知炸鴨腳。反正咧嗱，大家食過啲滷水鴨腳翼咧，你知啦，嗰啲肉咪黐住喺嗰度要攆出嚟嘅咁。咁佢呢個係炸過嘅。炸过之后咧，你抡嘅时候，除咗有抡嘅乐趣，佢仲有脆卜卜嘅乐趣。即系响脆嘅外壳啊，有抡嘅内馅。你抡嘅时候，你咬嘅时候系擦一下，即系佢碎开。入面都系有胶质嘅嘢。入面咧肉嚟嘅，都嫩嘅，但系面头佢多咗个脆咯。嗯，跟住就嗰种好特别，佢睇起身又好睇喎，金金黄黄咁样，有啲用嗰啲脆米做皮咁样样，嗰啲咩，嗰啲麦片咁样样嗰啲咧，燕麦片炸咗咁样样，即系捞一个面，炸，跟住仲有一个系嗰个面啊，其实咧面佢系嗰啲白汁意粉嗰啲白汁，但系佢煮嗰啲长寿面，咁你即系奶油捞，系奶油，即系其实即系龙虾伊面，但冇龙虾，系啦，非龙虾，跟住咧就用白汁嚟煮嗰啲面，即系其实你其实龙虾伊面好少食嘅，即系以前饮就饮嘅时候多，而家都饮少啦，而家好多人都唔摆酒啦，咁跟住又食西餐，我就都系中意食嗰啲茄汁猪扒嗰啲意粉啦咁。跟住就好少食白汁啊，跟住好耐冇食。跟住嗰日咧就有一个伊面系用嗰啲白汁，又系有啲鱼腐切片嘅鱼腐，跟住煮啊。我觉得呢几个系几惊喜啊！即系话过年嘢，即系以前成日都系咩炒丁啊、炸排骨啊、白切鸡啊、蒸条鱼啊、烚虾啊咁样嗰啲，即系来来去都系呢啲。咁今年系多咗啲新嘢啦，今年我覺得最近收到的驚喜就是，即係都好搞笑的一樣嘢嘅，就係、是過年前，我外母喺屋企行下，可能啲拖鞋，即係老人家，你知啦，論盡啲個拖鞋唔防滑啦，跌親，咁啊整隻手，就你知老人家骨脆啊，跟住唔小心骨折啊，隻手就手，哎呀，要綁，即系要綁起嗰條嘢咁樣揈住咯，即系骨折。即系嗰啲叫做輔助工具啦，骨折骨碎咁樣啦。嗱，咁又跟住咧又因為我老婆個舅父，即系外母個細佬啊，咁啊佢喺廣州噶嘛，咁咧過年呢段即係過年前發生嘅呢件事係即係差唔多過年嘅時候發生嘅。佢又將好翻就將嗰嘢送咗俾你。唔係，因為我係咁樣嘅。呢件事知道咗之後咧，咁外母就話唔好同阿舅父講啊，即係費事阿舅父擔心啦。即係唔同阿細佬講。係，跟住咧後續係咩咧？我哋琴日舅父佢哋
今年啊，舅父冇翻湛江，就去咗啊舅母佢哋屋企嗰边，即系系咩四川啊定云南啊，反正就系翻咗个舅母嘅外家啦。入藏区之前嘅地方，系翻去嗰边过年。咁啊咁啱适逢，琴日佢哋翻咗嚟，就嗌我哋出去食饭。系咁啊食饭。我哋去啊舅父屋企坐一坐先啦，咁样即系呢个前摇好长，系啊，唔惊喜喺度打你。跟住我哋去到坐低，咁喺度讲讲开，跟住舅父就同我哋讲啦，我哋同你讲一样嘢，你唔好系话俾你阿妈听，系咩事咧？系啊，舅父咧喺过年。上一年年底，即又系过年之前啦。上年年底十二月份到，去公司体检。哦，因为咧适逢嗰个新冠之后啊，长新冠嗰啲，因为佢喺呢类似公务员嗰啲公司嗰啲咧，就佢就为咗保护呢啲公务员嘅健康，咁啊多咗好多项目俾佢哋玩，即系嗰啲体检多咗好多项目要检，咁啊咁啱。咁啱得咁巧就 CT 照到个胰腺嗰度有阴影，胰腺积液有阴影，咁唔好确定系咩嚟嘅，咁啊去即系一搵啲大医院深度检查咗一轮，就话系好似你话咁啊，系有个咩囊，囊肿积液系良性嘅，良性，即系唔系嗰啲嘢，可以微创放水，咁啊得啦，唔系一开始佢都话。几间医院的意见啦，啲保守治疗啦，就保守治疗，有啲因为咧，佢话嗰个地方咧系即系好似话要微创细咧，系好麻烦嘅，因为系嗰个地方好细好窄，睇唔到咁样。胰脏咧，因为个胰脏咧啱啱喺你个肺同胃嘅后边夹住咁样，夹住跟住后边嘅脊椎，前面嘅其他器官，反正就系喺啲好入面嘅地方，转唔到弯。系啊，佢话使即系整起身好麻烦，同埋咧。所以胰腺癌是最难发现的一种癌症，要照 CT 才行。就是讲起这件事了，就是讲起这件事了，那舅父就说他洗了，就是什么，就是过年之前入的院，就是好像讲微创那样小手术，整完之后，刚刚整完，过年之前刚刚搞定，就住了四日医院，那又讲，那又讲起了，我就说，我说，为什么一开始我都唔觉嘅，后屘讲下讲下，点解呢两子弟，即系不是一屋人，不进一家门系啊，真系噶，你嗱，你又整只手，我又唔好话俾阿细佬听啊，阿细佬又话有发现呢啲乜嘢，有啊，我话个家姐听，遗传嘅，屋企人都中意报喜不报忧咁呢啲啊，特别系随住年龄嘅增长，惊喜更加多，咪呢个好惊喜咯，我觉得唔惊喜。即係好翻嘅，係好翻，好翻就起嘅，啊，有驚喜咯，即係有驚又起，啊，咁好驚喜，因為對於我嚟，即係我嘅概念嚟講，因為我唔中意啲秘密，我咩，我整咩損手爛腳，我都發上網話俾人聽，我咩啊？你嗰次先話，我坐口車，我想唔話俾我老婆聽，係啊，你又遺傳，我都係遺傳，唔係咁，我嗰個我認為都算小嘢嘛，即係唔係話啲。好严重，好严重，好严重噶嘛！即系你谂下，喂，嗰啲物跌断手喎，碎骨喎，大哥，我同你讲，有问有阴影。我觉得咧，嗰阵时，因为我睇嗰个 Doctor X 啊，即系嗰个日本嗰个佢出好閪 fit 嘅嗰出医疗片，咁又系啦，佢讲到胰腺癌，其实佢都讲有佢好多辑噶嘛，其实胰腺癌讲两三次噶啦，因为咧胰脏咧佢本身就系身体入边嘅。一个处于叫做过滤器咁样嘅嘢啦，咁咧佢又唔系话你平时会观察到佢，佢运唔运作，其实你又即系你话你胃痛你都知啊，心痛你都知啊，佢唔系噶嘛，佢有问题嘅话，佢唔会即刻佢隐性有病征出现，即系唔会即刻话哎呀咬耳主都唔舒服或者。哪裡有問題咁樣唔會啊！佢甚至都唔好話有小嘅反應，佢直頭係佢瀨咗嘢啊！就你話胰腺癌去到三期都未必知嘅，未知噶。咁佢係一個全身檢查，檢咗先出嚟先知啊！所以你話喺大陸度做公務員幾緊要啊？呢個就係呢個體檢都救你一命，勝做七級浮屠啦！即係咁樣講，佢嘅話話呢個係的確，我覺得幾有。即係呢段時間啦，睇落嚟覺得幾有啊，即係好有
趣味，即係我冇可能當時當刻同佢笑出嚟啊，笑唔出嘅呢啲唔可以，唔可以咁樣嘅。但係我都同佢講話啊，你哋我同我老婆行翻出嚟咯，即係自己翻屋企嗰陣時，老實邊度講啊，你舅父同你阿媽都幾過癮，即係係咯。唔係你話曬，雖然佢係你外家，但係我覺得你老婆佢結咗婚之後，佢都你屋企人，跟住你兜個圈過嚟，發覺其實你屋企啲人都幾都係咁嘅喎，你屋企自己嗰啲人都係咁啊，有嘢都唔會點樣講啊，係即係你阿媽佢嗰陣時唔舒服都唔話，唔好周圍講啊咩咩咩咁。啲老人家嗰啲，我覺得佢呢個老人呢種諗法咧，我雖然我自己係好唔即係我唔中意嘅，即係我唔中意。但係有時候自己有啲嘢就確實係唔會講，即係譬如好似你自己，譬如你牙痛啊，你流鼻血啊咁樣樣，即係你未必會即刻發朋友圈，我流鼻血啊，我牙痛啊，咁樣大家快啲關懷。未有去到咁咩嘢？未有咁即係冇叫冇咁張揚。有啲人會覺得哇，你咁樣好矯情喎，好做作啊，貪貪豬。但係有時候又唔係，有時你唔舒服嗰啲係要同屋企人分享報告一下。即係好似我老婆就好中意報告，我呢度抽筋啊，啊呢度粒肉有啲痛啊，咁啊，呢度手指尾有啲抽筋啊，咁样，肚痛啊，去厕所啊，所有嘢都要报告，喺屋企去厕所都要报告。我哋屋企系都系咩都要讲嘅，要举手，要举手去厕所。即系好似我阿妈嗰啲咁样，好惊喜嘅咩啊，入医院啦，去睇医生啦，咁啊，好似我姨妈嗰啲之前话腰骨痛啊，喺个屋企嗰群啊。哦，听日就入医院啦，咁听日入去做检查啊，咁样样。跟住我哋都有同阿舅父讲，我哇舅父话俾我哋听啊，佢话冇咩嘢，咪唔讲咯。佢话吓，唔系噶，我入医院我都发晒，我住院，哇，快大家快啲嚟睇下我。乜嘢咧？系因为咁样嘅，因为阿舅父个仔就喺阿表弟系喺外国做嘢噶，即系冇。屋企都冇，唔系屋企都冇后生，翻唔切嚟，惊佢唔系翻唔切嚟，喺屋企都冇后生，即系喺我哋嘅概念当中就话，你老人家入院啊，咁样即系难听讲句，喺广州得翻我哋一个亲戚喺度，惊佢远水又救唔到近火，得一个亲戚喺度啦，咁点解唔嗌我哋即系入去，即系唔好话帮你乜嘢剩啊，睇下都好啊，即系推下轮椅都好啊，系嘛，唔好好似加油咁陪我喺医院度运 lift 啊，即系。即係我哋嘅概念係咁樣，我話即係雖然錢可能出唔到好多啊，但係力我都可以同你係啊，錢長人翁係嘛，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係啊，我覺得咧有啲咩事咧，同屋企人講聲係冇乜問題嘅，即係你同佢講咗，佢唔理你，你係認清咗佢咯。你同佢講咗，佢理下你，你咪多個。即係講句話咩咩保重啊，乜嘢都好啊，係咪？智能拐杖。即係好似阿 Jojo 咁樣掉啊鹽水啊發下朋友圈。係啊，掉埋佢永遠都唔係掉鹽水，就係拜神，就唔係就抽女。就唔係個女掉鹽水，一唔係就個老婆掉鹽水。我同佢講，我同佢講，佢唔係得佢一個。喺我嘅朋友圈入邊有七八個呢種人。成日都要睇醫生嘅，唔知點解佢成日都要睇醫生嘅。我有時諗，我要唔要幫佢屋企睇下風水、打堂齋咁樣？係咪？雖然我功力唔係好深，但係你都你可以揾我啊！如果大家屋企風水唔係好好，揾我，我可以上你屋企嗰度坐下，坐睇下啲風水唔好嘅。係啊，嗱，真係嘅，有人話我之前唔係話迎財神啊，早幾日佢話我點個讚啊，咁我發過自己嗰個 AI 畫嘅嗰個河馬財神像嘅咁樣，跟住話快有人誒點個贊咁樣，轉發呢只河馬啊！冇嗰啲人唔轉發，跟住有人話你唔去拜唔去拜財神咩咁樣？我話我過年我行花街，連風車我都唔會買。即系点解？人哋话买风车会转运，我觉得我好运到鬼咁，我唔使转啦，唔好转啦，就咁样。好似啲人话今年好过旧年，我唔系，我觉得旧年年都之前嗰年都衰过旧年嘅。唔系，我年年都转下嘛。我都话啦，生活嘅有趣在于你不知道的，不知道他妈的坚持嘛。系啊，但系我每年我都觉得，都有几有啲惊喜。你觉得稳定定喺度，稳定定坐定定喺度，乜都唔使做，最好就不要他妈的坚持啦。系啊，唔要你，我同你讲。讲起你又讲过年之前，我哋讲过年之前有样嘢又都惊唔惊喜？惊喜我之前话同你讲啊，唔记得咗，就系讲咩？突然间有一日我喺屋企，咁我老婆放工翻嚟啦，咁我攞咗一大袋嘢，我接佢放工啊，咁喺落车，我嚟走啦，咁样样，我戚咗，我戚咗咁大袋咩嚟嘅？俾你啊，咁他妈的坚持，他妈的坚持，佢俾你，我咩嚟噶？唔好提。
即係嗱，你有你大家有幾可見過？佢轉變得咁快啊！啱啱又俾我嘅，跟住又講啦，係咩咧？講係我打開係咩咧？係好多個保鮮袋。哦，保鮮袋入面裝住咩咧？裝住好多臘腸、哦、臘肉、鳳凰盞。大家知唔知咩？你知咩鳳凰？你話係得打開係西伯利亞寄過嚟嗰啲提子添，唔係西伯利亞，叫唔好提啊！新品種啊，老公，唔好提啊！唔係，即係鳳凰盞，你知唔知咩？我同大家讲，我惊大家唔知道，就系咧，你去炸鸡嗰啲啊？唔系，你凤凰盏系咩咧？就系、是、一嚿腊肠嗰啲肉，中间有个咸蛋黄嘅。哦，嗰、那个即系专业嘅叫法系。系嗰个叫凤凰盏咁啊，同大家普及一下呢、這个。呢、嗯這个系我最最腊肠中间有个咸蛋黄。系腊肠啲肉，其实系啲肉饼，腊肠肉饼中间有个咸蛋黄。呢个系我最中意食嘅，咁咧腊味入边吓，即系我唔中意食腊肉嘅，除咗萝卜糕入边嗰几片之外。就係炒臘味飯嗰啲啦，咁、嗯、咧就講啦，講起呢個臘腸係點樣嚟嘅啦，咁點樣嚟啊？點樣唔好提啊？話説咧係咁嘅，咁有啲人知道，有啲人唔知啦。咁我老婆咧就喺幼兒園嗰度翻工嘅，咁、啊、咧話説幼兒園咧就過年啦，咁、嗯、咧就會送禮物，即係送啲、老師送家長送俾老師，唔係係幼兒園送俾啲老師合作夥伴啊，即係譬如好似社區嘅醫生啦、我明送俾啲供應商啦、教材嗰啲商家，我哋都會有，我哋公司都有，即係唔係送俾家長，唔係送俾小朋友，送俾商業合作夥伴嘅，啲供應商啊，咁咧、啊、就當然都係有來有往啊，嗱、某冠曲奇嗰啲啦，嚇乜士糖啦，跟住就有黃上黃嘅臘味啦，咁、肯定係咁噶啦，咁、往廣東公司係特產嚟噶嘛，咁咧呢個臘腸咧就係嗰啲禮盒啊，大家知嗰啲禮盒，咁啲禮盒咧。就入面有臘腸、有臘肉，即係好多多樣嘅多樣嘅雜錦臘味禮包。嗯，咁咧幼兒園一共咧就訂咗大概幾十份翻嚟啦。幾十份翻嚟就送俾嗰啲人。咁咧咁啱嗰日，咁呢啲嘢訂翻嚟咧都係配送公司，即、就、係、是、我哋有直接送到供應商送到嚟幼兒園。俾我哋嘅，咁我哋再攞送俾人噶嘛？咁你知啲食物咧，供應商啊都係嗰個嚟嘅。咁平時送嘢食啊，送水果啊、蔬菜啊，都係嗰班人送噶嘛？咁、咁咧就送咗嚟之後，嗰日咁啱咧，幼兒園小朋友都食臘味飯啊！咁咧就食臘味飯之後咧，咁嘅幼兒園咧就因為工作流程嘅問題啦，就我簡單啲講啦，就係、是、有一個老師。又一唔好老师，一个员工就负责订采购嘅，咁咧佢就又订咗小朋友食嘅腊肠，又订咗送礼嘅腊肠礼盒，然之后咧就有第二个员工，员工 B， 员工 B 咧就系负责接收呢啲嘢，跟住攞去俾厨房，安排今日煮嘅，咁佢就负责验收啊，今日调转咗，有冇一箱鸡蛋啊，十箩蔬菜，即系一个订货一个收货咯，一个订货一个收货，跟住咧就 C 就系厨房嘅呢一班煮镬头炒菜嘅厨工啊。就係咁啦，話説嗰一日咧，佢收咗貨嚟，咁收貨嗰個咧就知道哦，臘腸，即係有分翻清，係臘腸收臘腸，對好單收咗啦，係啦，跟住收咗啦，收咗貨之後咧，咁嗰日咧煮臘腸飯咧就安排有廚房煮啦，咁、其實咧有臘腸呢啲咧係通常係唔係當日買嘅，幼兒園就會提前買咗噶啦，咁就提前臘咗就係嗰啲平時我哋食嗰啲一包包入邊好多碌嗰種咧，應該係煮嗰種臘腸嘛，然之後咧。嗰、那个收货嘅人就攞去俾厨房，厨房就话呢啲礼盒嚟嘅，系啊，佢话系啊，即系沟通上面嘅出错啊，系啊，沟通出错，跟住就好搞笑就系啊，腊肠嚟嘅，跟住厨房嗰就问佢，因为查呢单嘢点解会出错咧，佢哋甚至睇埋监控嘅，睇监控系有收音嘅，跟住个厨房嗰嘢就开声问佢。呢啲礼盒嚟嘅，你确定系攞嚟煮俾小朋友食嘅咁？跟住收货嗰个话系啊，今日食腊味饭啊嘛，呢啲咪腊味咯。啊，冇错、啊。然之后咧，就嗰啲原你知啦，嗱，正常嘅腊肠一袋系一公斤，入边有好多碌，拆一个袋就可以噶啦嘛。但系个礼盒入边一包腊肠系得四五碌嘅啫嘛，跟住有啲拆开晒礼盒，跟住全部拆开晒啲礼盒，之后咧就将啲料备好一个喺度。然之后咧，因为呢啲备料啊咩准备嘅时间咧系朝头早好早嘅，即系执马，大概五六点钟啦，要执马。因为知啦，小朋友七八点要食早餐，佢哋好早就喺度做紧呢啲啊。咁啊，到我老婆翻工，去厨房一检查一望，即系佢唔讲粗口啦，佢哇
What the 咁樣，跟住就咩事啊咁樣樣，跟住就嗌埋嗰啲咩主任啊啊嗰啲人過嚟興師問罪啦，跟住話咩事咁樣樣。跟住廚房喎，真係滿江紅咯！真係唔知，真係咩嘢？跟住滿江紅，跟住點樣樣？跟住點咧？跟住嗰只嗰兩隻嘢咧，就員工 A 同員工 B， 因為佢哋嘅問題，跟住咧又拆咗禮盒，咁樣就又唔係多咗幾千蚊啦。咁佢係自己揞翻嘅，揞荷包啊！我唔知道邊度訂貨啦。你哋自己去山姆買又好，去超市買又好，反正你哋同我買翻啲拆咗嘅嗰，因為佢拆都拆咗幾多，因為好似買咗50份，佢拆咗成30份定啲20份，即係買翻30份翻嚟。反正買翻咁多份翻嚟啦，咁樣樣，跟住買咗翻嚟，跟住嗰啲咪拆咗嘅，又入翻盒，拆咗入唔翻噶啦，入唔翻，咁點咧？入唔翻就話大家分咗佢啦咁。但系攞翻攞诶内部消化啦，带翻屋企食啦咁，抵翻条数。卒之我老婆就攞咗成30碌腊肠，十几个啲凤凰盏同埋几条腊肉，跟住最后一个搞笑系咩？腊肉系切咗嘅，其他未切，腊肉切咗。跟住我算啦，唔知边个攞翻去俾我阿妈，俾我外母攞去整萝卜糕。我未好似攞咗翻去整萝卜糕，因为好笑。跟住就即系有阵时候呢啲。即系呢啲惊喜啊！即系惊喜喜剧嚟嘅，喜剧嘅内核真系个悲剧嚟嘅。跟住话，佢哋两个个年终奖都要呕翻晒出嚟啦。咁样，反正就食咗佢咯，咁立奖啊。跟住，反正就攞立奖翻嚟之后咧，就我同我老婆屋企嘅隔三差五啦，有咩芝士腊味饭啊，有咩腊肠炒面啊，有咩腊肠，反正就食咗四五，又唔系好多嘅，食咗五六。四五餐，而家仲有16、8碌喺屋企度。可以，我又学到好多嘢。唉，跟住，即系喺度食，唔喺度屙啫。唉，黐线，跟住咪嗰抽嘢喺个阿雪柜度哑几耐，哑咗，终于啊，即系而家就好耐之前啦。终于我即系平时我屋企嘅雪柜比较细啲嘅，因为我唔系咁中意雪嘢雪柜。跟住咧就。都系啲汽水啊，嗰啲烧麦啊，嗰啲。卒之前上个礼拜开始啦，咁样样先至话可以去翻杰霞嗰度买翻嗰啲烧麦啊、虾饺啊，嗰啲摆翻我雪柜嗰度。表嗰啲嘢占咗我成个柜桶，食咗好耐啦。我雪柜下面先得三个柜桶，一个柜桶放狗食嘅肉，一个柜桶雪冰，一个柜桶啊放。冻嘢嗰个占住咗成个几两个月，真系过年食到元宵先至食得完，醉啦醉啦，妈就醉啦！哎呀呀，反正就咁样。咁嗰啲，咁我想问啦，咁佢冇即系原先都系做腊味腊肠饭嗰啲腊肉咁点处理？原先咪继续煮咯。咁佢問題已經多卅幾份出嚟。唔係，佢拆又攞咗一啲，真係攞咗去煮啦，已經真係由佢啦拆咗去煮啦。佢本身原先有一啲係攞嚟煮。嗰啲係立出去抽真空嘅，可以放倉庫噶嘛。嗰啲可以放好耐。即係過完年翻嚟啲小朋友都仲要繼續食咯。腊肠都成日食嘅，因为佢有时候整嗰啲焗饭啊， 即系有时幼儿园嘅饭餐可能大家唔了解，我哋幼儿园甚至有煲仔饭， 其实咧就唔系真系用煲仔嘅，即系有入边有鸡蛋啊，有呢个配套嘅讲法咯，有呢个配套，跟住有个锅诶煮，锅只蛋上，锅只蛋，蛋都系煮熟晒嘅，通常都系嗰啲溏心蛋，都唔系溏心，全熟嗰啲蛋。再煮咗落去咁樣，就煲仔飯，有好多呢啲搞怪嘢，跟住就，反正就係咁啦，係啲事情就過咗啦。食咗嘢，食咗成，食到身，食到食到完成個身心，翻到去工，翻到去幼兒園開門食一餐，又係繼續食臘腸。唉，其實仲有好多啊，都繼續食啊。咁亦都多謝大家繼續收聽我呢期我節目啦。咁啊，歡迎大家收聽最新一期嘅《人類公園》，我係河馬。等下之後又同大家驚喜啊，驚喜咁樣每個禮拜見面，每個禮拜見面，我覺得嗰種驚喜係一種嗰種點樣講咧？因为而家录定啊，大家都知道我哋节目系录定啊，咁录定之后咧，我人又老人痴呆喎，而家成日唔记得咗咩嘢，跟住有时听翻又觉得，屌，屌嚟老味讲呢啲嘢，跟住成一集就揾翻出嚟鞭尸，系啊鞭尸，真系噶，系啊嗰日听完之后。
好，上一期讲王杰，我哋今期讲讲咩？我讲蔡澜，讲蔡澜。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原来啊？系以抢为王。阿单立文啊，单立文系蔡澜个侄仔啊？唔系啊，佢当时拍嗰啲三级片系俾阿蔡澜呃，蔡澜呃呃氹氹呃佢。系啊，蔡澜系监制嚟噶嘛？呃呃氹氹投资人。阿单立文讲啊，话系咩咧？系约佢去倾嗰个拍一出戏。嗯。即系喺个摸住酒杯底倾嘅，未系西门庆嘅，系冇讲系乜嘢。佢嗰阵时佢第一出佢之前拍第一出系拍嗰个聊斋嘅，聊斋嗰啲咁样嘅，嗰啲神神鬼鬼嗰啲咁样嘅，就冇同佢讲咩，就话我做戏好啱你，做书生嘅，即系斯斯文文嘅，白白净净嘅咁样，包冇病，系啊，包冇病嘅咁样，咁啊去到饮到差唔多啦，嗯。有冇差唔多啦？阿蔡澜先至讲嗰句话，因为咧就有啲位咧唔出得街嘅咁样嗰啲啊，即系好掩，即系讲嗰堆冇好容易咁样啊，冇咗嗰啲啊，咁样讲嗰啲，跟住陈文又冇好认真咁样去听呢样嘢，跟住去到第一日拍，佢话第一日拍都冇乜嘢嘅，佢话第二日拍问我服装姐姐攞戏服，我哋啊得块布，唔系啊，我哋啊。呢场冇衫，呢场冇衫噶，俾咗跟住俾咗卷纸巾佢。不过我嗰阵时就睇阿边个有出电影系讲佢哋拍咸片嘅，杜汶泽佢哋啊，唔系青春梦咩？青春梦工厂讲几个僆嗰个大学生，太向政府呃政府嘅贷款，跟住嗰啲助学嗰啲咩助学。唔係做即係嗰啲叫創意基金，係創意基金，即係話俾你贊助你大學生嚇投資啲錢俾你哋去開間公司定開乜嘢咁樣，咁啊去申請個貸款之後攞嗰啲錢去，佢哋叫諗住叫，唔係揾咗個假妹翻嚟拍 AV， 係反正就即係大概咁上下嘅嘢啦。其實咧，我睇咗睇咗一啲嗰啲採訪，即係之前聽故事人又採訪過嗰個咩華人嘅 AV 導演啊咩咁。跟住我發覺拍 AV 呢樣嘢嗱，即係你話蔡瀾一個咁閪聰明嘅人，係咪先？先至可以話叫處理得到嘅。即係我有陣時覺得你調翻轉，有人會話拍 AV 低俗啊，拍鹹片啊，咩乜乜啊咁嘅樣。你嗰陣都話，我覺得先係難啊，呢啲先係難。入面嗰句經係我要你揸佢個波，但係唔要鹹濕，係唔要色情啊。即系好似黄沾话斋咯，即系你表达到你嘅情欲喺入面，但系淫而不当，系啊，你唔要咸湿，即系你所有做呢啲嘢，你系为嗰个电影嘅剧情，你系风流唔系咸湿，系呢个剧情去服务，即系为呢个剧情去服务，而唔系话为咗俾人睇到，啊博嘢而俾你睇。咁我觉得有时候你好难唔去。所以都話好似而家你睇嗰個人會唔會諗歪？係啊，都話好似你話啦，點解話而家你睇到後面你啲人會睇倒撮咧？即係偷拍係啊，因為咩？因為啲人已經對於直觀嘅直球嗰種話，一嚟就剝曬衫啊，就係屌佢噶啦，咁樣冇任何劇情嘅，冇任何文字嘢嘅，唔係咯，唔好睇。點解後屘會拍到咩人妻啊？又～咩嘢成啊？咩素人啊？其實你就加咗劇情落去，就好睇好多。素材係即係嗰個劇情啊、素材啊、畫面係點樣樣？佢俾唔俾到嗰啲人嘅情緒？嗱，有啲人佢就係覺得好似睇 Porn Hub 咁。嗱 ，Porn Hub 同以前睇嗰啲咩東京熱啊、一本道啊嗰啲，其實個本質嘅差別就係東京熱、一本道，佢係以嗰個女優嗰個叫做。个 body 啦吓，个身体为一个卖点嘅颜值啊，各样，跟住咧为招来咗之后咧，佢首先系俾一个桥段你睇，呢个桥段咧唔一定系嗰啲咩跟住佢去啊乜嘢，信唔信我话你老公听啊追债，即系唔系呢啲吓，系嗰种类似写真集，即系有大家睇 Jump 之漫画啦，咁 Jump 有好多写真女郎噶嘛，即系好似。台灣咩 FDK 啊咁上下啦，咁咧就係佢開頭係譬如沙灘啊、泳池啊、家居啊、野外啊，即係嗰啲啦，即係影個人嘅，影個樣嘅，跟住仲會坐咗喺度話啊，我今年幾多歲啊，興趣係咩啊，採訪下佢，然之後先係斯斯然咁有兩條馬佬過嚟慢慢搓下佢啊咁樣樣，咁當然呢度咧都係鹹濕嘅，但係佢成個流程就話俾你聽。
你唔係鹹濕就拍得出。嗯，你鹹，你若人越鹹濕，你越拍唔出。係，你係越係要咩咧？譬如好似蔡瀾咁嗰啲要，你係識欣賞女性，識同識從得用一個麻甩佬點樣唔麻甩？其實都麻甩啦，都唔麻甩嘅角度去欣賞佢，並且係賞識佢。啊，即係好似人哋講話咩去蒲嗰啲，去蒲嗰陣時，嗰個成晚喺度同啲女喺度玩玩玩玩玩，嗰個都未必人哋啲女會冧佢，反而坐喺旁邊嗰個啊，突然之間啊，到最後走啦，影張大合照咁樣，突然之間偷偷地拉住你隻手嗰啲咁樣嚇。即係呢個就。怎樣說這些就很難各處鄉村各處例啦，只能夠這樣說。但是在拍鹹片由那時候、即是你說、蔡瀾尹善立文也好尹其他人都好，反正蔡瀾拍了很多那時候叫風月片、又都鹹片啦。風月呢有些就不打真軍的、但都要擦邊球啦。當然、那個聊齋也好素女經啊什麼、金瓶梅、很多這些題材啦。當然還有一些嗰時仲有啲恐怖色情元素嘅嗰種，嗰啲咩咩古猿又古啊，係啊，差唔多啦，嗰啲鬼鬼怪怪嗰啲啊，跟住到後屘可能九十年代嗰啲咩類似舒淇啊，咩拍咩色情男女啊，咁嗰陣時嗰啲係啲情慾風月片，咁喺呢個時候，咁你要觀察嘅就好似人哋講有個講法係咩咧？女性向嘅色情片。女性向的色情片就更注重人哋話前戲啦、橋段啦、對話啦、畫面感啦咁樣樣，而唔係刺激。即係譬如好似嗰個好經典嘅一個女仔白色人，跟住後面有四個黑鬼咁樣嗰啲，同埋嗰啲就係刺激嘅，即係嗰啲叫做大淫蟲中意睇係咪？應該咁樣講咧。咩吊起身啊？咩嘢大雞雞插落個細乜乜嗰度咁樣樣？萬七朝窿嗰啲啊！萬七朝。我哋托佛，最过最过，即系嗰种嘢就同女性化嗰种，譬如话你上 Pornhub 都去睇噶，女性向嘅，通常哇，甚至去开香槟啊，倾偈啊，跟住喺爱抚啊咁样样，咁就系话喺蔡瀾话搵人拍风月片，到我哋即系讲紧系四三四十年前，到我哋依家啲人再去睇呢啲叫做。色情片啦、可以嘅話，哪怕到好似頭先睇新聞話咩安琪兒嗰啲咩火龍果嗰啲咁樣樣，係咪？其實佢都算係色情片嘅範疇。係啊係啊。但係佢呢個取捨就係創作者嘅嗰個取捨大於觀看嘅人。啊，其實睇嘅人就人哋成日都話啦，消費者決定個市場。係啊係啊係啊。咁但係我有陣時覺得呢種唔係面向大眾消費者嘅，佢就意味住消費者嘅意欲冇咁強加於創作嗰度。即係譬如好似你食嘢，好似頭先開頭講話過年食嘢，肯定係因為大家都對過年菜有意見，因為人人都食嘛。係啊係啊，對俾到餐廳意見，餐廳先會增加呢啲咁樣嘅新潮菜、新嘅嘢、新嘅菜式啊嘛。但係鹹片好多人睇完之後。好話唔好聽，好似我咁，我 J 完我都唔會打寫 comment 啦，係嘛？我睇完個遊戲評價，我可能仲會話佢啊，其實唔係咁樣嘅，後邊好好玩嘅咁樣，我仲會咁樣諗。去完旅遊仲會寫，但係你睇完鹹片，你唔會評論喎。其實頭先你嗰個下可以做得更加好，你個腿可以抬得更加高，係嘛？嗰張 sofa 可唔可以下次用布藝，唔好用真皮？因為真皮會，因為真皮會嗟嗟聲，嗰張凳嗟嗟聲好影響我。唔好用，唔好成日咁大眼凳照住佢嘅眼啊！睇到佢眼邊反出個光圈，好跳氣啊！好似我最唔叫做我最唔中意咧，就係台灣嗰啲、部分嚇，唔係全部，部分台灣嗰啲，好似之前嗰啲咩？游鱼游戏嗰啲咸片嗰啲，佢有一个最大缺点嘅，佢收音好差，佢好空旷，佢甚至可能用个机相机原生嘅嗰个麦去录收音，跟住仲有譬如有啲自拍嗰啲，咁你话欧洲啊咩嗰啲自拍嗰啲，佢好中意用自然光，即系佢啲自然光咧，你就感觉好似个画面好似好。太過真實了、好像我自己拿手機拍啊咁樣，所以就有陣時候你干預唔到佢，因為好多人冇去干預嗰啲，唔係即係個個都遮完就算嘅啦嘛。但係你而家所以就話你睇翻三十年前、四十年前。香港的風月片點解佢係拍電影喎？佢唔係話鹹片二十分鐘、三十分鐘。當然而家有啲咩馬拉松嗰啲四個半鐘嗰啲啊，我哋唔好講嗰啲。即係話喺一個正常嘅觀影一個零鐘嘅體驗，
你不是真的為了打 J、啊、你是真的為了看戲欣賞風月片、嗯、欣賞那個女人欣賞那個男人的那個情慾的糾葛的時候、嗯嗯、喂有時候看回以前那些是真的個體驗是完整很多、啊、因為拍這些的那個人他是有腦的、嗯、他是醒的他是 有 sense 有 taste 的、嗯嗯、所以調翻轉，而家我覺得而家啲片唔好睇，佢就係追求感官刺激，即係好似、嗯、即係好似睇小視頻同睇電影電視劇咁、啊啊。我覺得就係咁，就係快咯，係快。嗱嗱聲，嗱嗱聲，你都係想要出嘢嗰下啫嘛。佢嗱，即係藝術創作也好，咩、啊、都好啦。佢其實有核心係好嘅、嗯，但係有時個核心你揸得太實之後啊。你就好似執咗芝麻丟個西瓜，啊、芝麻係好緊要啊、嗯！但係西瓜都係襯托出呢個芝麻緊要噶嘛，即係你冇可當然冇話全部西瓜要曬，咁、啊、你出要翻半個都好啊，係、嗯、嘛？所以有陣時我睇嗰、那個睇 Palm Hub 嗰啲咧，我就比較中意睇嗰啲有可能我以前中意睇有啲 cosplay 嘅、啊，即係有自己腦補翻啲劇情落去啊！唔係腦補劇情係咩咧？因为 cosplay 嗰啲人咧会化妆、啊，会戴头饰、嗯，跟住咧又会着嗰啲 cosplay 嗰啲衫。咁、啊、如果有嗰啲衫嘅话咧，佢除嘅过程系会耐啲。同埋嗰个你会发觉，譬如有啲嗱唔系日本 cosplay 啊，欧洲都好多 cosplay、嗯。有。咁嗰啲咧，佢会你会发觉，如果系嗰啲 cosplay 嘅咧，佢、嗯、拍起身啲桥段或者动作咧系冇咁肉紧嘅、啊，即系冇咁嗰种。啊啊！嗰种好用力嗰种感觉，佢会温柔啲嘅。因为有时候，譬如佢好似之前睇咩《鬼灭之刃》咩蝴蝶忍啊嗰种，系咪？哪怕好似而家有啲咩电锯人啊嗰种啦、啊，咁样你发觉喂鬼妹着 J.K. 之后，喂嗰啲鬼仔好似会温柔啲咁样样。即系冇咁暴力、啊，冇咁暴力啦、啊、咁样样。跟住同埋佢要有场景，嗯、即系你譬如嗰啲好似咩。俄羅斯、烏克蘭嗰啲咁樣樣，通常就一個大 house， 一間大張大牀、大 sofa 咁樣，好光猛咁樣嗰種。但係咧，就人哋嗰啲 cosplay 嗰啲，通常係一個細房仔，譬如嗰啲和室風啊，即係日本風格嗰啲，雖然佢係鬼啊，佢都追求翻，佢都會追求翻啲嘢，嗰個品質會高啲，高啲咯咁樣樣，更加啲即係睇落去會舒適啲咯，舒適啲。点解突然间讲到咁远？我唔知道啊，都是他妈的惊喜啊！都惊喜，都系好惊喜噶。嗰阵时喺度唔系话拍咸片啊，唔讲拍咸片啦吓，即系嗰阵时喺度讲公司开会咁样样，咁样咧就要啲人去准备PPT。唔係準備 PPT， 即係準備一個遊戲，小遊戲，嗰啲團建嗰啲啊，團建小遊又唔可以團建嘅，即係小遊戲啦，活躍下氣氛先，即係之後開會之前，馬英之咁啊，活躍氣氛啦咁樣樣。咁嗰陣時咧就應該都好多年前啦，嗰陣時興咩誰是卧底嗰啲、哦，即係一人一個，即係一個牌啊，係啊，大家有三個人係一樣嘢，同一樣嘢，所有人都係水杯，得一個人係水壺啊，水壺咁樣樣啊，一個近似，但又唔係一樣嘢。係啦係啦，咁樣樣嗰啲嘢，要一人講個功能出嚟。跟住咧嗰陣時就喺度。啲人喺度讲呢样嘢，跟住就喺度谂题目。啊，其实玩嗰阵时唔过瘾，系、啊、谂题目嗰阵时过瘾、啊，反而过瘾。咁嗰阵时就喺度谂，我就嗰阵时谂到一个题目系灯同电筒。灯同电筒，你觉得灯同电筒有咩唔同啊？电筒可以走啊，灯都可以走噶。灯系摆喺度噶嘛，电筒都可以摆喺度。你要插住电线噶嘛，灯系。有啲电筒都要带插住电线。电筒有叫？电筒同灯嘅区别就系电筒可以走啊嘛。但嗱就系、是、啦，嗰阵时咧就其实都好耐之前噶啦。咁嗰阵时咧就系、是、因为嗰阵时公司都要拍嘢嘅，咁、咧就讲开灯同电筒，就大家喺度讲呢一样嘢。跟住我听到一个令我都震惊，又唔可以为之一震咧，又唔系为之一震。跟住佢就系讲啊，电筒可以遮啊。咩系啊？佢有个空间咯、啊，灯、都可以遮噶、啊。灯你好难塞喎、啊，咁啊，跟住就讲旁边都暖暖地噶、啊。跟住大家就跟住啲人就开始喺度讨论啦，究竟乜嘢塞落去就
更加的舒服啊，刺激咁样样。咁嗰阵时咧就讲开之后咧就谂起以前有一个节目啊，以前一个叫做类似 TV 搜查线咁样嘅嘢嚟嘅，其实嗰阵时嗰个嘢都几尺度几放开，系啊系啊，就讲咩咧？嗰、那个女话个男嘅暴力佢，嗯，甚至揾嘢塞佢。下边咩塞到灯胆啊？唔系，跟住佢几样嘢，一个系胡萝卜，跟住嗰个电视机遥控，跟住仲有水樽咁上下啦。手机咩？反正冇嗰阵时未。手机会震啊嘛？嗰阵时唔知啊，反正就系讲开呢啲嘢，跟住我就喺度，即系嗰阵嗰一刻，我依家又谂翻啲，而家讲起呢啲啊嘛，跟住我就发觉人喺追求刺激嘅嗰、那个。个层面上面，层面上面，其实好多嘢系好合理，嗯，但系系 make sense 嗱，即系你谂下，你攞碌假柒、假州去插，系嘛？个碌柒只不过系佢系一个替代物啫嘛。因为人，计就系人啦，人人都会攞碌嘢去插啊。个异性系嘛？嗱、就同性都会啊，系嘛？插个屎窟窿啦，都插菊花都系啦，系嘛？咁但系其他嘢，只要佢系棒状嘅、棍状嘅，点解啲人就会觉得唔合理？嗯，嗱，咁佢要攞嚟食噶嘛，要攞嚟用噶嘛，即系佢基于佢嘅用途唔一样嘛，即系假柒佢系嘅用途就系俾攞嚟插閪啊嘛。嗱，就系啦，嗱，惊喜呢样唔系惊喜，惊喜刺激啊，惊喜寻求惊喜，寻求刺激啦，寻求刺激。其实所有的寻求刺激，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都不刺激啊？它只是跟你那样固有的想的东西打破了你的固有思维、啊、不一样了、啊、它不一样都不是说完全不一样、啊、即是你想想没人会用风筒，不知道可能有人换风筒、啊、暖暖地吸尘机吹下去是吧，即是我都打破不到、啊、在这个 moment、啊、我都没有打破到一个东西，即是你想想、啊、火龙果、嗯、是吧，会火龙果都是水果啫，系啊系啊，同青瓜、茄子都系一样嘢，系咪？只不过嗰个磨碌咁啫嘛，即系都薯仔咁样样。即系你话，好似有啲人佢芋头过敏嘅，会痕嘅，摸啲芋头，你攞个芋头刨到佢好似一个 J 咁嘅形状，一个一碌芋头 J 咁样样，哇，会痕嘅咁样，越怼越痕，越怼越痕，过敏要食色斯文嗰种，系咪又系真系咁刺激咧？我有阵时，我即系呢几件事喺我脑入边串联埋一齐之后，我就发觉其实人所谓嘅寻找刺激，只不过系寻找一种不被认同嘅感觉。不被认同嘅一种鲜为人知，高于常识嘅嘢咯。不被认同咯，高于常识嘅嘢咯，唔一定不被认同。你谂下，创造一种即系好似潮流一样创造。黄沾咁有才华啦。都仲要去做不文集，就系、是、想用佢呢啲不被人认可嘅文化推高到一个层次，系佢都唔一定系想俾人认可嘅。我冇话要将唔系，我整理一下我嘅语言先，梳理一下。做佢中意嘅嘢啫，系将一个不被认可嘅嘢。不被普罗太众认可嘅嘢，做到好，做到，我就当你认可咗咁样，我就当你认可咗咁，即系好似有人会觉得讲广东话好唔被认可，系咩？跟住有噶，唔系，人哋春晚都要。唱咩？花閪花閪啊！花閪花花要die啊嘛！系啊，唔知呢啲而家北佬好中意噶，其实点解会话咁多北佬对你啲点解中啲手徒都咁好啫？五湖四海嘅乞衣都唱 Beyond 海阔天空噶啦，都话佢搏 boy 噶嘛？呢啲讲咁啊，唔可以咁讲，球队用咯，唔系噶，你都 Beyond 咩嘢晚会都会。有噶，唔可以咁争取自由嘅呢、這个大陆社会唔得嘅，唔得嘅。唔系，佢就系中意粤语歌啫嘛。啊，系，你唔好以为，你唔好以为佢哋真系知道啲歌词讲咩先得噶。我错啦，我错。即系浮夸咁样啫嘛，你觉得你问阿华振宇，佢知道浮夸嘅歌词系讲咩咩？佢就系知道佢后边啊。所以我哋下一、啊、我哋下次要、啊、要 reaction 浮夸，同大家浮出。佢就想嗌下啫嘛，佢知道浮夸歌词讲咩嘅咩？华晨宇自己有边只歌，大家噏得出，我都
我都噏唔出啊！我就系知佢系帮珠江啤酒卖广告。佢系咪帮珠江啤酒卖广告？知道知道两地啊！得啦，够够够，起码系真唱啊！唔系，即系就系话好多嘢咧系唔被认可，即系嗱，就系啦，华晨宇想被唔听国语歌嘅人认可，然之后佢唱。浮夸，唔系噶，系因为佢要寻求刺激，因为个个都唱普通话歌，普通话歌嘅唱粤语咪，即系啲细路仔就个个唱国语儿歌，就唱花嗨花嗨花要带啊，欢姐，即系就系话好多人以为嗰啲嘢好刺激，其实唔刺激，即系好似即系我唔主张吸毒吓，唔系主张，唔系讲。肯定要讲呢啲啊，色情毒品肯定要讲啊，连住讲。即系嗰阵时成日都话，啲人话，唔好食烟啊，唔好以为食烟好有型啊咁。偶尔食翻下。跟住我就喺度谂，点解一个嗌人戒烟嘅人会以呢个为切入点咧？系咪嗰个人佢自己都觉得食烟好有型，然之后就嗌人哋唔好以为食烟好有型，其实得佢以为食烟有型咧？是咩嘢？系普罗大众认为食烟有型，究竟是普罗大众都认为食烟有型，然之后嗌人唔好食烟，唔好以为食烟好有型。吓？点解 ？Wh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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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ell me why？ 其实普罗大众都知道食烟好有型。其实咁系咪咁系咪从侧面从一个人唔认可某样嘢就觉得佢咩啊？好迷，发人心性，就好似饮酒咁样样，系嘛？嗌人哋唔好饮咁多酒啊？点解嗌人哋出去玩、去蒲、去酒吧，唔好饮咁多酒？即系倒米啫。家庭聚会唔好敬酒，唔系敬酒咁样，唔好啲酒桌文化唔好。系啊。咁点解唔同嗌人讲？你夜晚瞓觉之前唔好饮酒。又唔即系你又唔好话嗌人翻工之前唔好饮酒，系啊，你唔好话喂朝早起床唔好饮酒，喂其实最唔应该饮酒系几时咧？就系朝早起床，你出门口翻工之前系最唔应该饮酒，系咪先？唔系噶，饮两啖威士忌几醒噶，唔系从佢哋嗰啲叫做呢个社会认知嘅嗰个，你明唔明点解唔会嗌人哋翻工之前唔好饮酒啊？因为冇人翻工之前饮酒乜滞？唔系，系因为每人翻工嘅状态都饮醉咗咁样。我点解有？我使咩饮啫？我翻到去打完个卡之后就，哎呀，好晕啊！即系一见到个老细，哇，想呕啊！已经饮咗酒，一坐埋个工位，我想去厕，我想去厕所啊！一打开个文件，跟住咧望住啲嘢唔做，坐咗个台嗰度，跟住啲个养金鱼咯，个养金鱼啊！即系每人点使咩嘢同你讲话要唔好翻工点咧？我翻到工就已经。喝了两斤了、啊、自己已经不记得打了两斤这些东西进去、哎、真是晚晚八点走为什么 会做这么多做事会这么多甩漏、啊、就是喝得未够、啊、所以那时候那个广告就是那些人加班了说什么晚晚八点走啊百年胡桃狗啊是啊就是为什么会提的问题就是不一样了点解嗌你喺个饭台嗰度唔好饮咁多酒？点解去 wet 嘅时候冇得？你去 wet 系为咩？系为咗夹女啫嘛？你饮咁多酒点睇得清啊？咁搲咗个猪扒翻去点算咧？系咪？就保持清醒啲。系啊，同啲亲戚去饮酒又系啦，即系食饭啊，剩啊，你饮多咗咪讲错嘢咯？讲错嘢系啊，讲埋晒啲衰嘢系嘛？好似我咁，唔饮都讲错。讲埋晒你将啲矜持系嘛？讲晒出嚟啊！人哋咁辛苦隐瞒咗呢啲嘢，忍咗十鸠几年啊，就要你一句讲出嚟，一鸠喺个袋度揞咗只体检报告出嚟，啊、个个有份啊！我抄晒你啲资料出嚟噶啦，你大数据，你又生鸡眼，你又生痔疮，你又鼻息肉，佢又胃溃疡，全部一家大细靠晒你啦！一家大细靠晒你，所以系咪要劝系啱嘅？系要啱嘅。普罗大众都知道，普罗大众知道要咁样呢啲地方唔可以讲错嘢。所以有阵时你翻工也好，放唔系翻工同同事讲啊，即系屋企人同朋友讲啊都好。有阵时真系嘅，你劝人哋唔好寻开心，系真系好多鸠鱼。即系有阵时系调翻转，即系头先讲话好似嗰个电视机遥控。怼佢咁样样，即系大家有冇睇嗰出戏叫《罪恶之城》嗰、那个 Sin City 啊，咪嗰只矮仔即系嗰个怪人啊，咪话要嗰个女嘅尖惨叫佢先至会扯旗啊咁样样。喂，其实佢叫
系你佢叫系叫做认知以外嘅一个负面状态啊 ，debuff 啦吓咁样。但系对于矮仔嚟讲系刚需，系啊，即好似有啲人咁样，佢搵嘢怼自己咁样，佢买好大碌假柒啊，一大碌茄瓜咁样，雪柜嗰度，点解老婆个柜茄子怪怪地味嘅咁嗰啲？只不过系你要喂人哋边嘅文化，人哋系刚需，即系所以好多嘢其实冇跳出认知之外嘅、嗯，你以为嘅惊喜，对于人哋嚟讲，只不过一件。好普通嘅事，即系你以为你嗰卅碌腊肠好閪惊喜，但系对于人嚟讲，可能只不过系一餐饭就解决咗，系咪？我哋今日表演咩30条腊肠 equal 蚊啊 ，equal 蚊啊，嗰啲食播嗰啲，哇，好咸，我接受唔到，好惊喜，塞晒落去个口度咧，一啖咩咩热狗大赛，我系腊肠大赛啊，今年嗱一条女。含十条宾州，同一个马佬将十个电视机用塞落口度，你觉得边个要打马？都要，睇下都系要打马，就系打只眼得啦。打只眼，你系要睇啲遥控啦。系啊，睇啲遥控啦，睇住睇住柒咯。你无非都系咁样啫。你幻想啊，我系执落去遥控嗰个啊，咁啊，哎，我条柒啊，我唔系有份执佢啊。仲有就系一样嘢，我头先突然间谂起，饮啖水先。就是我发觉咧，惊喜呢样嘢咧，佢有个度要拿捏，就是嗰个代入感。啊，头先咪讲拍行片啊，咩嘢咁样嘅，不过而家啲新嗰啲咧，好多系第一人称嗰种。嗯，第一人攞部手机拍，你讲指咩？带摄像头的，带摄像头男人吓，有最受最受喜欢最受欢迎的带摄像头男人。有几种拍嘅，一种咧就系将嗰个 Insta 360相机咬咗个口嗰度。大家上网找啦，运动相机口咬支架， yeah. 有呢样嘢噶，佢系就系有个卡住个相机，运动相机，系咁要，然之后咬住口，系咁要抹口水，冇啊，抹口水，冇噶，个摄像头影唔到你流口水噶嘛，画面唔重要啊，唔系画面背后唔重要，跟住咧第二种就系你头先讲啊，攞手机影，攞、yeah. 手机影嗰啲通常咧就。个画面入边少咗只手啦，系啊，即系话点样摸得佢唔咸湿，通常就系两只手。啊，头先系我想答你嗰个问题啊，就系、是、点样摸佢个揸个胸揸得唔咸湿，系咩咧？有咩人一个有咩男人摸女人嘅胸部系你感觉唔咸湿嘅咧？妇科医生就系医生，唔一定系妇科噶，胸科都得嘅，肿瘤科都得嘅。啊，睇下你有冇乳腺增生多啲啊嘛，系点样样咧？专注啲。妇科通常整下边唔整上边，唔知咁咧就是、我又冇做过。我同大家讲好简单嘅啫，简闲话少长话短说，就系、是、用两只手摸一个波。哦，两个手摸一个波，并且咧系嗰种啊好认真仔细咁观察检查有冇研究佢有冇硬块啊，拱下佢边度脂肪会唔会唔均匀啊咁样样。啊，跟住第二种咧就系、是、按摩。按摩师、啊、即系嗰种提拉啊、啊推啊，即系嗰种啪啪声，啪啪又唔好冚，一定啪啪声嘅。啪啪所以咧，有啲都系嘅。啊，呢个咧系创作者角度吓、啊，我头先只系讲创作者角度，但系睇嘅咧冇用嘅，就好似以前咁。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大部分嘅咸书都冠以人体艺术嘅名字，咁、其实人体艺术唔系人体艺术，系譬如人哋画素描要画素体，身啲肢体肌肉啊、线条啊，点就要睇人体艺术嘛。系啊系啊，唔单止男嘅、女嘅、男嘅、女嘅都有。咁嗰阵时嘅初代咸书啲人就睇人体艺术。系啊系啊，好似而家你上 YouTube 嗰度睇，即系有好多人唔上 Pornhub 嘅、有人会即系有啲电脑系 ban 咗呢啲网站啊，点、都好啦咁。咁有一个新类型嘅嗰啲叫做意念型谈片啦、我称之为、就系睇呢啲按摩片。哦，系啊，吓好多人会睇抖音都抖音都好多啊。其实你以为佢系真系教你按摩，好多人睇系因为佢想 J 啫嘛。系啊，即系佢会有嗰女嗰女喺度叫啊咁啊。佢唔叫嘅，佢甚至会播啲好温柔嗰啲噔噔噔噔噔噔噔嗰啲音乐咧，即系嗰啲催眠嗰啲啊。唔系嗰啲 lock 个手嘅。嗰啲正骨嗰啲，正骨嗰啲都有。啊、最中意台湾嗰啲咩正骨医师，啊、最兴拍嗰啲咩正骨片嘅、啊，就系咩扭条拿起个、啊、个手嘅就咁样、啊、样，跟住嗰个胸就抖咗一下咁、啊、样嗰种。啊、即系呢啲嘢其实都系咸片，即系对于好多观众嚟讲，其实佢就咸片。其实呢个我觉得等同于你觉得佢色唔色情系，其实我企即系好似过审一样。
企喺你呢个睇人嘅立场啫，你觉得佢咸啫。嗱，我就系、是、我就话，诶、欸，就系、是、诶、我觉得我讲嘅系大实话，啊、就系、是、好多人就系、是、其实最多啦，一个按摩，一个系时装表演，时装 show， 跟住仲有一个就系嗰种叫做叫做乜嘢嘢咧？啊，嗰啲叫乜嘢嘢咧？反正系有行街嘅，即系喺条街度一路行，跟住女，跟住唔一定跟住女，就系、是、行就系、是、影周街望，跟住佢就追住，譬如有个女嘅行喺度，个胸比较大啲，一路影住佢，跟住有啲人着条短裤嘅，一路喺后面尾行嗰种，佢就顾名思义叫做睇城市夜景，顾名思义睇繁华都市，跟住佢就系其实影呢啲嘢嘅，网上面好多呢啲擦边嘅嘢。就好似之前讲啊，你上淘宝都可以大把睇噶，咩嘢泳衣啊、男女装啊、对对袜啊、JK 啊、乜乜乜嗰啲。最前期嗰个咩流量密码咪咯，咩嗰条韩嗰啲韩国妹啊，拉个嗰个衣嘅简易式衣架出嚟嘅，包包腐蚀啊，系换衫咯，系换衫咯，系啊，嗰啲着穿着技巧啊，乜嘢嗰啲系啊，跟住仲有咩包腐蚀啊嗰啲咁，呢啲啊呢啲啊。叫做关键字啦，咁就系讲呢啲。其实好多嘢，你以为佢好多人中意睇或者点样样都好，其实佢并唔系话创作嗰个人就系特登原意系咁样样，而系佢慢慢形成嘅。好似以前好似好多人都讲啦，嗰啲咩以前电视机，仲有嗰啲丰胸药嗰啲广告啊，咩背背佳啊，诸如此类嗰啲，咁着咗就胸大啊，食咗胸大，瘦腰啊，瘦腰啊，减肥啊，咁嗰啲，咁以前小鲜肉啦，其实真系一个叫做资源嘅匮乏啊，好多人揾唔到嘢嚟打 J， 就要揾呢啲，即系好似好多人咁，佢喺一个封闭嘅社会嗰度，好似我成日都话同啲人讲。点解啲人要去厕所偷拍啊？点解咩嘢？当然有两种啊，有一种系真系中意睇偷拍，但系一种系佢除咗偷拍之外，佢搵唔到嘅，搵唔到嘢睇，正向嘅，系啊，搵唔到其他嘢睇。咁佢譬如话，你又冇可能，其实呢个兜唔翻嘅。其实好多人就系、是、佢就系中意呢啲嘢，佢、就系要嗰种唔被大家认同嘅，即系好似大家都认同咗睇咸片。我就系唔中意睇呢啲咸片，佢觉得呢啲咸片系做俾嗰啲普通嘅咸湿仔睇嘅，系、做俾啲普通嘅咸湿妹睇嘅。但系我系艺术家，我系艺术家，我唔系又唔系艺术家，我系色情家，系嘛？艺术家，我就要睇嗰种啊，佢唔系想俾我睇，但系我通过佢唔想俾我睇，我都可以睇到我想睇。系啊，一种偷窥欲啊，系嘛？因为我去食自助餐，我唔系为咗俾我食嗰啲任我食嗰啲嘢，我就系要。中意系攞个火龙果，马甩佬夹起咗嗰嚿跌咗喺地，我就中意食佢嗰个口水味， 我就中意食人哋个盘食剩嗰啲，系嘛？即系好似我行超市，我就系唔中意买嗰啲人哋买嗰啲嘢，我就系中意喺佢后栏度执垃圾桶，我就系中意佢掉出嚟嗰啲，我就中意买佢过期嗰啲嘢，系嘛？跟住我去肯德基，我就系中意去。食人哋食剩嗰啲，食人哋食剩嗰啲，我觉得嗰啲先系好滋味，系嘛？即系有呢啲人，有呢啲人啊！即系其实我同佢讲，即系我作为一个普通人啊，普通人做咗咁多年啦，我觉得我见过嘅嘢，未有一样嘢系可以话系超越咗认知。所有嘢都喺你认知，即系个桥段冇谂过出嚟，就好似我啲腊肠咁，我从来冇谂过系因为啲人将送俾人哋嘅嘢拆咗嚟煮嚟食，跟住就俾咗我咁样，就好似上次同边个讲起一样嘢，就系、是、大概意思就同你上一集讲差唔多啦，就系话好多嘢你以为好惊喜，好咩嘢？对于人嚟讲，只系一件好小嘅事，好普通嘅嘢。就系啦，跟住，但系喺我嘅观察嘅过程入边，我发觉好多人会好意外咁样样去，即系对于某啲事情会表达出一种话，哇，有冇搞错啊？点可以咁样样啊？咁样样嘅打错打破咗佢嘅逻辑，即系好似话小学校长识性侵啲学生妹咁样样，啲人话呢个校长好坏啊咁，我心嚟谂，
即系我唔系话应该咁样做啊，是是是，我只系觉得如果嗰个校长佢唔系校长，佢性侵到咁多学生妹咩？几难啊！几难，真系好难噶！你谂下啲好似话啲警察以前话啲政府啲人贪污啊，贪几个亿啊咁样样。喂，你认知以外咩？当然啦，而家啲人新闻睇多咗啦，温水煮蛙啦，就识习以为常。哦，佢有5000万，哦，佢有6亿啊！哇，使几使使唔晒，啲钱边度嚟噶？咁样样就认知以外。但其实我觉得，喂，有阵时候有啲人嘅嗰个高度啊，即系个变态嘅高度、犯罪嘅高度、恶意嘅程度都好啦，其实佢全部都系喺佢力所能及嘅范围。系啊系啊，佢哋冇做，我都冇出格啊，都冇出格。即系你话美国总统啊，嗰个办公室入边收埋咗5个外星人啊，我都觉得系正常。系啊系啊。啊！但系你话金正恩有个掣一揿咗佢炸晒成个地球，咁我觉得冇，暂时冇，冇呢个咩嘢？有都正常嘅，有都正常。但而家都咩年代啊？有乜嘢要摧毁？要摧毁世界？系系几难啫？而家摧毁世界。所以有阵时有个悖论系咩咧？只要喺你个口，我个口讲得到出嚟嘅嘢。都有可能成为，是啊是啊，成为真的真实嘅，同埋已经运行紧，只不过我哋唔知啫嘛。系，可能你唔知嘅啫。因为即使而家你话你而家网络爆炸，好多嘢都咩都有睇，咩嘢都成，一样有更加新嘅嘢。好似嗰阵时，讲开一样嘢，就系话叮当啊，哆啦 A 梦，哆啦 A 梦有八宝袋，攞揞个袋，喺咩都揞个袋，揞出嚟，系咪？跟住我同佢讲，喂，你都得噶，你揞个手机出嚟，咩你都买到噶，系啊。系嘛？咁算唔算系都一种嘅八宝袋？系啊，系咩？即系个都系人哋都话贯彻始终哆啦 A 梦最犀利嘅嗰个法宝系咩？其实就系时光机啊嘛。你佢所有嘅嘢，佢所有嗰个八宝袋面揞出嚟嘅嘢，就系以时光机作为一个前提基准得出嚟嘅。又系嗱，咁穿越时空呢样嘢咧，哇，又有得斟酌一下嘅。系啊，大家有冇谂过一样嘢？就系你可能。已经穿越过时空，啊、穿越时空，譬如有啲人话，诶、哎，早知道嗰阵时候就认真啲读书啦，啊、或者咩咁，你有冇谂过，其实你已经穿越过好多次，嗯、但系你每次都失败。系啊，嗰次嗰个咩第二人，即系重人生重来、那個。系、啊、人生重来咁，但系你每次重来，每次穿越都重置嘅记忆，你都唔记得咗后屘发生咗咩嘢。你都唔记得之前，你净系喺你记忆入边只能够发生咗一次、啊，因为你系一个。三维动物，啊、你的思记忆是线性的，但是你会不会有什么上帝主宰六维生物将你这粒棋由2024年一把摆回1937年、啊、其实你经历过的，所以有时很多东西你为什么有印象、嗯、但、哎、我不记得但我有印象、嗯、还有时候你会不会发觉你有时有些东西以前很记得的，但是突然间觉得好像现在不是很记得了、啊、有没有可能是你曾经有一次很认真地经历过那段恋爱、嗯啊！日日都听不浪漫是罪名，然之后后屘你后悔啦，你觉得唔系咁值得啦，跟住你决定穿越时空，翻去拍拖之前，就唔系咁认真拍呢个恋爱啦。嗰阵时拍拖三年，今次都系拍三年嘅，不过起下拍三年，跟住你就按照呢个时间线走到2024年啦。然之后你发觉我都唔系好记得以前嗰个男朋友生咩样，其实就系你已经穿越咗噶啦。所以有阵时你以为。嗰啲嘢好驚喜，嗰啲嘢好興奮，嗰啲嘢好開心。其實嗰啲嘢其實你經歷過嘅次數，係喺佢哋嘅印象入邊，可能係唔止一次。嗯、即係你有冇試過？譬如話，同人哋講某出電視劇，啊、某出電影，嗯、你興高采烈，好高興咁喺度睇，跟住講完之後咧，嗰個人就哦咁樣樣。啊即系呢个嘢，你成日咁样同我讲完，我都饿嘅。哦，即系你睇过啦嘛，系嘛？你觉得冇乜嘢啊？咁样即系其实就系嗰个情景。譬如好似有时啲搞笑片咁样、啊、究竟你系去紧旅游，搭紧飞机喺嗰个电视机嗰度睇咗，系、嗯、嘛？咁嗰个戏都系开心噶，但系你之后更开心啊嘛，因为你一落机就去玩啊，玩完几日翻嚟，你记鬼得你上机嘅时候食个飞机餐睇嗰出戏咩？系嘛？但有阵时唔系，有阵时系可能落雨天，本身约咗朋友又放飞机，咁你喺屋企无交流开出搞笑片睇下，然之后嗰一日佢就好开心咗你，好开心咗你之后你就觉得你记忆犹新啦。咁所以有阵时啲嘢就系你以为嗰啲惊喜，究竟有？
幾驚有幾驚有幾喜、其實根本就冇驚喜、只不過係都唔係嘅。你換個角度嚟講，作為一個小確幸咁樣咯。驚喜係一個劑量，即係譬如驚喜一杯水咁樣啦。驚喜一杯水，驚呢杯水係固定嘅。你點樣飲啊？個杯就係咁大噶啦。係啊，你個再代入感嘅嘛。頭先咪講驚喜好著嘢代入感啊嘛。呢杯水就係咁多，呢杯水你用嘴嚟飲咧，唔係好多嘅啫。我喺你鼻哥窿灌入去咧，係咯，羹嚟飲咧。我喺你耳仔窿倒入去咧，我用個針筒喺你眼嗰個淚腺嗰度注入去咧，定係用個鉗攢開你個馬眼喺你條溝嗰度啄入去。哇！你個馬眼唔係大咯，鉗。喂，唔系攞个镊子撑开佢，跟住再攞个托个镊子都难啦、啊，我觉得攞两盒攞两支细针，咁咪嗰下咪刺激咯，你杯水咪多咯，系嘛？听到觉得痛。所以你人哋谂啊，喂，佢为咗条女去入猪，佢嘅性生活有几惊喜啊？系啊，每日都有惊，每日都每日惊喜，日日都有新花款，每日都有新花款，每日都有新动作。所以有阵时候我就喺度谂，有时候人即系自己，譬如觉得唔系咁顺嘅时候，咁唔系我系顺啊，冇咁波涛汹涌啊，惊涛骇浪嘅时候，喺度谂啊，要唔要加啲咩惊涛骇浪啊？每日都星期有趣，每日都星期有趣，跟住发觉系唔系嘅，你好多嘢你系人，你嗰个固有思维，即系好似之前话即系你嗰阵时咪话拍嘢嘅，咁我就喺度谂啊。月 A 话同我拍片咁、样啊，睇咁多 YouTube 啊，终于又派上用场之日啦，咁样跟住咩都买咗器材啊，买灯又买乜又买咩，都真系买拍。跟住时候，跟住发觉，发觉都系两个人坐咗喺度对住个系咯，就喺度讲系最舒服。我之前又讲系舒服，咁种舒服日日都好舒服，个礼拜都好舒服嘅时候，有阵时候我就喺度谂，究竟点样可以搵啲点样有波涛骇浪咧，惊涛骇浪咧，啲新奇有新奇有趣咧，跟住发觉系冇。因为又唔系话唔系完全冇吓，唔系可能我哋将我哋日常攞出嚟讲嘅，你都新奇有趣。系啊，跟住就点解会有啲翻叫咩男子高中生的日常啊？所以我觉得喺做人类公园呢个节目入边，最惊喜、最波涛汹涌嘅就系睇评论，时不时一条嘅评论，大家可以多啲评论啊！你唔好转发我节目，但系欢迎你评论啊！咁咧就系睇啲评论嘅时候，有种都几。有趣嘅咁样样，跟住就啲人都有啲记得一啲奇奇怪怪，有啲奇奇怪怪嘅，跟住但系就唔系咁多人中意评论啦吓。首先就因为听呢个节目，因为听得比较内向，都系内向。我知道大家系内向嘅，我都内向，所以物以类聚啦咁样样。即系好似之前阿 Dicky 个即系教父个老婆，即系开埋晒嗰啲嘅咩老波会议，大家一班人坐住喺度戴住嗰啲发光嘅眼罩，跟住听啲好空灵嘅音乐，隔篱仲喺度玩嗰、那个诶、那个副碟，唔系嗰个壶，跟住有个你啊，系啊，当壶嗰啲钵啊，嗰啲钵啊叫做，跟住反正就系嗰种嘢，跟住有人会中意玩呢啲，但系我就觉得啊，点样凑到一班咁嘅人？我就好都话啦，好离奇。同你讲啊，呢个唔离奇噶，系有迹可循噶。吓系咩？无论系中即系无论系华人文化定系鬼佬文化，都有噶。即系一样嘢啊，你话即系就好似邪教一样啊。啊，邪教，邪教一样啊。即系你谂下，唔系净系我，其实我哋国家都话啦，你问你相信咩佛教好？道教好，嗰啲都算系好正常。你都话人哋咩啊？人哋韩国啊，佢就系唔系入得流嘅，即系唔系正路嘅嗰啲，都有小宗教，小团体，几百个人。你系讲紧话咩？90%+嘅韩国人都系有自己嘅宗教信仰啊。讲但系讲紧嘅唔系我哋认为正统嗰啲。咩天主耶稣系啊？人哋有嗰啲咩午餐饭合教啊，乜嘢、朱古力牛奶教啊，日本有好多嘅，日本、韩国都系好多呢啲嘅。其实宗教同咸片，宗教我好少讲啊，即系今日就破呢个例破例讲嘅。什么他妈的坚持啊？什么他妈的坚持？即系除咗即系宗教呢样嘢，我觉得佢本身咧就系一个微信群。其实好多人以为宗教啊好乜嘢好咩咁样，当然啦，你从历史上面嚟讲，譬如以前教会筹钱打仗啊无政府状态嘅时候，点样维持人嘅嗰个组织能力啊，同埋
即係提供一啲心理嘅慰藉。喺好負面嘅世道之下，點樣令啲人更加去正面咁樣，有希望，去更有希望啊，更加充滿愛咁樣 去生活咧。咁呢個係當然宗教喺政治同埋嗰個社會學上面嘅意義啦。咁、但係在於我而家認知嚟講，其實你話中國宗教啊各樣咁，其實我覺得唔使講得咁嚴重啦，已經就係話。牙膏从中间接起教，同牙膏从后边接起教，已经是两个教，系嘛？同埋做咩？韭菜党啊，唔系盐西党同韭菜党系嘛？即系香食葱党同唔食葱党。我觉得佢呢个嘢就系、是，只不过佢嗰、那个单一嘅嗰、那个叫做单一嘅嗰个规限啊、即系佢规则好简单，佢唔会管你嘅生活。即系譬如你可唔可以严肃到，譬如嗱葱同盐西。我当假如我分开啊，只有政府一面，即系好多人会话，异教徒唔异教徒，就系冇将世界分成两面。我假如我就系分成中意冲同唔中意冲，中意冲嘅都系冲教，唔中意冲嘅就其他异教徒，系嘛？中意冲嘅人佢点样规限生活？所有我都系空心嘅，因为冲系空心噶嘛。我唔用有白色同绿色嘅，我唔用实木嘅嘢，我全部都用管嘅，系嘛？我买牙刷我都空心管嘅，系嘛？所有嘢都系，跟电视手表我就戴圆形嘅，我唔戴方形嘅，系嘛？所以呢个系已经上升到宗教信仰。系宗教信仰，咁你宗教信仰就系要佢要高于你嘅生活啊嘛，即系佢要管限你嘅所有嘅嗰、那个，全部都有迹可寻、啊。西眉西眼嘅嘢，食饭之前都要祷告啊。系啊系啊，即系你观音、啊，你所有嘢都有。所有嘢都要落葱花嘅、我食雪糕都落葱花嘅、我食蛋糕都落葱花嘅、我饮牛奶都落葱花嘅，系嘛？咁我先系原子教徒啊嘛，系嘛？你唔系死忠粉系嘛？我你信尼派十月派，我系食葱派咁样样，我系食葱派嘅苦行僧。跟住佢仲要分嘅喎，你仲要分嘅喎，有啲大家都系爱葱、爱葱爱菜嘅好教徒，系咪先？但有些人不是我信我喜欢但是我依然都会在葱油饼那里饮辣酱这样。有些人觉得不行 你的辣酱不纯粹啊。是不纯粹你觉得辣酱会污染了葱的香味、但是有人觉得不是我觉得辣酱会帮它增添。这个要看这个宗教的这个包容性。我 举个现实一点来吃斋。有人信佛吃斋，斋烧鹅是不是斋啊？斋啊，斋烧鹅是斋，但系点解要叫烧鹅啊？你究竟系想食烧鹅定想食斋？想食斋，所以后屘啲人就分啦，斋同素食系两回事嚟嘅。斋烧鹅系素食，但系佢唔可以叫斋，但系佢叫做斋烧鹅就系侮辱咗斋呢样嘢。即系有人咁样讲吓，即系我其实斋就系嗰个咩粉丝木耳同埋嗰个咩？嗰个系罗汉斋啫，斋系咩咧？斋系冇葱姜蒜香料嘅，肉桂啊呢啲都冇嘅。跟住咧，最大部分咧都系啲可再生嘅植物。嗯，即系点解冇葱姜蒜咧？因为佢全部都系根茎类嘅嘢、等于将佢扼杀咗啦。系啊，所以好多嘢即系佢要喺啲发展上面啊，啲花花果果、佢结嘅果啊、叶啊咁啊特得。你将佢嘅连根拔啊咁样样，所以就唔咩，好似咩薯仔啊、芋头啊嗰啲咁样，佢哋好似都唔系点食嘅。咁但系点都好啦吓，即系呢个嘢见仁见智啦吓。咁、我就想讲，你如果在宗教上面来讲，在每个的教义上来讲，你人生其实都要入很多个教义，同埋你啲教随时会换嘅，即系好似瞓觉咁，唔系屌閪啊，瞓觉，你瞓喺你只枕头上面，仲会唔会晾只手喺枕头上面咧？会啊，有啲人唔会噶。有些人可能不用枕头，有些人不用枕头，直接浸自己的手的、有些人会浸两个枕头，有些人枕头上面有条毛巾，有些人枕住、我呢就是在枕头上面呢会有一张被的、我是会揽住那张被晾在枕头上面瞓，嗰张被有名嘅恩姑姑，我唔知道大家系咪都系咁叫啊，系嘛？即系反正有张咁嘅被毛巾被仔，细细个咁咧，我就要包住个后脑枕，反正就咁样瞓啦咁，跟住。每个人都是这样，然后、你去到酒店、就会发觉、酒店房，你会发觉酒店房就是正宗的枕头教的人搞的，他们不会配恩姑姑给你，他不会配毛巾仔给你，不是的，
佢嗰個張牀上邊嗰塊嘢咪係你咯？嗰塊嘢係防塵噶，嗰塊要攞走噶，又唔知，反正就係咁。你可以去浴室嗰度將佢嗰個毛巾攞去個牀嗰度當恩古古。係啊，恩古古係啊，我就係咁啦。啊，佢攞多條乾嘅俾我，唔該。誒，反正就係咁樣樣，即係你會發覺，唉。我哋呢啲唔系净系瞓枕头瞓觉嘅人，就系、是、异教徒啦。佢哋嗰只枕头搞枕头党、啊、一个枕头两个枕头系嘛？即系好似有啲人屋企张，你有冇发觉啲高级啲嘅酒店啊？嗰啲诶嗰啲床有床尾巾，系啊。啲低级啲嘅酒店又冇嘅，系啊。跟住咧，呢个世界咪好多有钱人系犹太人嘅、啊。你会唔会觉得有床尾巾嗰啲就系犹太人搞嘅酒店？佢哋就系父母有钱人。我哋啲穷鬼屋企边有床尾巾嘅？佢突然间攞床尾巾想点啊？想呃我哋多啲嚟系嘛？用买多两条床尾巾系嘛？即系你要用呢种嘅思维去谂呢个世界，凹入去嘅话，你会发觉所有嘢都所有嘢都好可怕。系啊，因为嗱。我就觉得我有种固有思维、啊、我成日话人哋俾人社会改变咗，其实我就俾社会改变，我就对宗教呢样嘢我系好唔系话排斥啦，即系话我敬而远之，系啊，即系我尊敬你，但我远离你、啊。我最中意咧就系宗教场所，即系譬如啲庙啊、清寺庙啊，都有好有多佢嘅，因为我觉得嗱，唔好话得罪讲句，呢啲建筑物系冇卵用嘅。就是因为它没卵用，所以它才起得咁靓。因为它除了靓之外，就是没乜实际用。提升个观赏价值。提升观赏价值。升华了。升华个宗教信仰。是升华个宗教信仰。其实它就是一个偶像，是一个 idol 来的嘛。提供你更多的资金入去，觉得哇，为什么你要去拜这个。为什么要捐钱？不是，为什么你要去拜这个？你看看这个观音。金碧辉煌，一睇就知道系得噶啦。我就知佢有，你睇大佛寺咁靓，知佢够得米啦，系嘛？即系话好靓啊！佢得米先至有人去，系啊，靓人先人哋去供奉佢噶嘛。所以就系话，我对呢啲建筑好中意，我中意影佢嘅，我中意影相啊、拍视频啊，咩都我中意影。好似你东王咩石骨咩石骨窟都系啫。东王石窟唔俾影。唔俾影入边，连开灯都唔俾，唔俾影相。唔系，即系我话去提供呢样嘢，其实可能本身当时都系一个咁样嘅作用嘅啫嘛。反正就系一个象征意义啦，象征意义大于实用意义啦。啊，咁啊有冇卵用啊？是但啦，系咪？你觉得佢有象征意义都系有用嘅一种嘅，咁都 OK 啊。文化啊，我讲错咗啦，当咁当冇讲错，当讲错，当吓当咁就系啦。咁所以你头先讲咩？宗教信仰那你所有的宗教上面的、信仰、我们叫信仰、其实就是人生格条一些规条、即譬如你要爱大家、你要正面一点、你不可以杀生、甚至要无私奉献、不可以讲大话、不打妄语、这些东西其实它本身都是跟惊喜一样、它是没有超越大家的认知是、即好像之前阿柴静做伊斯兰国嗰个纪录片咁样样，伊斯兰国呢个人觉得我去打圣战，我系杀咗人咧，但系我系为咗我先知，系为咗我教 去打呢个仗，跟住我杀咗人之后，我一样可以上天堂，系一样有99个婢女俾我乜嘢？咪即系好似嗰啲人喺嗰度帮啲 idol 打 call 一样，系啊，即系。去闹人哋，去闹人哋，闹其他人咯，水军咯，嗰啲咁样样，即系啊，我就系中意玩华为，你 vivo、oppo、iphone 全部都系垃圾咁样样，系咪啊？你苹果、美国制裁我哋，点，我净系买华为，就算佢3000蚊买骁龙765，我都照买咁样。即系呢啲嘅话，佢亦都系一种宗教嘅体验。但系你话要唔要好似而家？即系你知啦，法律上宗教系好点样讲？即系日本咧就韩国啊放松啲嘅，你可以自己申请你系一个宗教嘅，譬如我系叫香蕉教咁样，我每日都要食香蕉，啊我咩都要黄色咁样样，乜嘢嘢都系以香蕉为主咁样样，系嘛？如果冇香蕉嘅嗰个餐厅，我唔会帮衬咁样样，系啊，每日要喺屋企吟我嘅香蕉100次咁样样，咁呢啲嘢系无伤大雅，亦都唔系咁惊喜。但是你说有没有代入感呢？你很喜欢香蕉就有代入感咯，你不喜欢香蕉就没有代入感。但那些大型的宗教，譬如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这样计，它那些东西它的规条很复杂，很细，复杂到什么呢？代入感这件事呢，你作为一个个体，代入感是这个氛围包裹着你、你无从逃脱，你会发觉大型的宗教的规条是你无论做什么东西它都套到下去。
唔似头先嗰个方方面面，唔似我头先讲嘅香葱饺咁样样。你突然间咁番碱咧，冇香葱番碱嘅，冲凉唔通攞炸葱啊，洒水打炸可以啊，可以啊，拍下身咯，好似人哋嗰啲攞啲咩攞叶一样啫嘛。万一嗰个人话冇啊，冇葱啊，得水仙啫喎，得唔得？都得，蒜苗得唔得？得荷兰豆得唔得啊？咁样可以，即系你如果你有豆角，你300度近视，200度散光嚟，你50米攞住炸荷兰豆，你分唔分得清佢荷兰豆定系葱？證明點咧？證明啲葱荷蘭豆離你太遠啦，你冇代入感。你攞住就有啦，係嘛？咁但係揸到聞到，係啊。耶穌嚟，你有冇代入感？所以點解我哋你發覺教堂冇幾個？嗯，好似我阿媽話齋，佢歐洲玩，日日都見教堂嘅，度度都有啊。同呢邊日日見佛寺一樣咯。咁我哋呢度日日都見派出所，你見啲人對警察有冇信仰？有，好害怕佢啊嘛！哇 Sir 啊，屌阿 Sir 做咩？冇嘢，我話你聽添嘛，係咪隨地吐痰？掉煙頭，係啊，係嘛？冇綁鞋帶，冇咩問你攞個身份證號碼對一對啫嘛。係啊，你諗下，我哋中國大陸啲人對於阿 Sir 嘅信仰係大到點嘅？你有冇見過人哋一家人食飯之前感謝主？我冇見過，但我聽人哋講過，你再咁曳，我叫阿警察叔叔嚟拉你。系嘛，即系呢个氛围就系咁样样，即系王气好重。但系你话系咪宗教就证明嗰样嘢系啱嘅咧？系咩？阿 Sir 就唔会做坏事啦咩？阿 Sir 一样做坏事噶嘛？系咪？系一样有坏嘅阿 Sir 噶嘛？系咪？咁上帝会唔会做坏事啊？系咪？咁你要问下阿圣母玛利亚先知啦。佢系究竟点样嚟嘅？咁啊，咁样点样嚟嘅？耶稣系点样嚟？耶稣系点样嚟嘅？哇！咁啊，点样嚟嘅咧？咁样点解打咗个冷震咯？点解耶稣嚟嘅嗰啲桥段，如果你拍成视频之后摆上网，会唔过审咧？啊，呢个又系一个问题啊！咁究竟嗰阵时圣母玛利亚，如果唔系上帝唔喺佢身边嘅时候，佢会用电视机遥控定系用茄子咧？啊，咁你呢个永远都唔知道，因为以前冇电视机遥控啊嘛。系啊，有冇茄子啊？有茄子喺边度传入去？可能南美洲啲植物嚟，嗰阵时欧洲冇咁多植物。有好多嘢嘅。耶路撒冷究竟有冇茄子？呢个要寻找他的故事。寻找茄子的故事。反正喺嗰、那个、叫做原教旨，即系嗰个好多。宗教啊，佢咪原來有啲教旨嘅，唔係教旨啊，教旨啊，教條規例入邊諗出嚟嗰個人，佢本身就充滿智慧，係啊，就好似嗰陣時揾善立文拍鹹片嘅蔡瀾一樣，係充滿咗智慧。你又大隻又白白正啊，揾你揾邊個啊？即係好似有啲話咁樣樣，哇！神愛世人。边个唔中意听啊？神系边个？唔知道爱世人好啊，系嘛？即系起码冇人爱我，都有阿神爱我。神爱我啊嘛，即系都话阿神打鸠你啊嘛。即系好似嗰阵时又唔系好似啊，即系直头系啦。系啊。以前有一个电视节目，叫新闻日日睇啊，大家都有睇过啊。今晚睇你啊，今晚睇你，新闻日日睇啊，陈阳做嘅。我以前都好中意睇，以前都系听个电台。我而家做电台咧，都多谢佢啊，因为佢都系。叫做咩？啟蒙啊，電台啟蒙都咩？新鄉郊俱樂部啊，好多人成日話咩？我哋同嗰個咩香港花生，唔係我哋講，我以前睇新鄉郊俱樂部。香港花生係咩嚟？香港花生咪嗰個 YouTube 嗰個台。嗱，你聽到啦，我唔知係咩嚟嘅，所以同呢、這個係你可以放心，冇關係。咁就係話咩？好多嘢你好似前新聞日睇咁樣，佢講好多嘢係。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事事关心系嘛？百姓利益无小事。咁佢讲新闻，其实你谂下呢句话套喺咩新闻度都 OK 嘅，都 OK。咁系咪叫做新闻教嘅原教旨？嗯，系咪应该咁样讲？咁但系其实你再睇翻而家新闻，好似之前嗰啲系新闻原教旨，唔系香港早晨咩？香港早晨只系一个节目，即系佢讲嗰句话，即系话就系关注啲民生小事啊。其实以前咧就睇今日睇真啲，同城市追擊，就開頭係中意睇呢啲叫做八卦嘢啦，城市八卦，即係佢又唔係講明星，又唔係講政府，政府有少少講啦，又唔係講話國家大事，講啲八卦嘢，佢就係話呢度成日塞車，點解？原來因為個信號交通燈壞嘅，但係個信號交通壞咧，佢又會真係要變。又会变绿灯，又会变红灯，但系啲人就睇唔出佢坏，然之后佢就去采访呢个嘢，跟住揾晒运输署啊咩嘢，哦原来话咁解决呢啲问题，系啦系啦，就系话呢啲人
佢当然有人爆料俾佢啦。点样观察呢啲嘢？然之后爆料咧？爆料嗰、那个唔系讲爆料嗰、那个观察呢啲嘢，佢得咗一啲。反正他哋揾做一個平台，譬如好似東張西望咁樣嘅，佢新聞日日睇，低 B 現場都係咧，佢做一個平台，所有嘅人都將呢一啲資訊交俾佢哋，佢哋就傳播開嚟，等大家都知道，哦，原來個開發商唔幫你間屋做落地玻璃係有原因嘅，因為嗰棟樓熱漲冷縮會夾爆啲鋼化玻璃，然之後你鋼化玻璃跌咗落街咧，係你自己賠錢嘅，唔係開發商賠錢嘅。即係佢點啊？我呢度平20,000蚊俾你，但係你自己要整玻璃窗啦。哦，好啊，我自己整啦咁樣，跟住以為自己個玻璃窗自己整先6,000-7,000啫嘛，自己整慳翻嚟。跟住點知最後尾咩飛嘅嚟？跟住要通過呢啲新聞嘅節目講出嚟，等大家即係。八卦的人知道了这些东西，所以人越八卦越知道了这些东西，传播了，传播了这些东西之后就发觉，新闻节目它就有这个东西，是啊，好有用啊，这个新闻节目，是啊，跟着我看了很多东西啊，现在的人利用新闻，利用新闻的这个传播渠道来卖广告也好啊，怂恿大家去做啲咩眼科检查啊，去种牙啊，做白内障手术啊，咁样同你讲。因为如果一个广告同你讲，你去做呢个白内障手术好轻松噶咋，几十秒就可以出院啊，咁样你就觉得有啲假广告。但如果佢利用一个新闻节目嚟卖广告咧，系嘛？有30位婆婆得30位公公婆婆获益去接受呢个免费嘅白内障手术。其实重复光明啦，咁样。其实我兜咁大个圈，我就系想讲，其实而家嘅新闻媒体就系当年嘅教会，因为当年冇人知咩资讯，冇人知要去边度打仗，系冇报社噶嘛，冇唔知就系等贴黄榜嘅啫嘛，系啊，贴黄榜咁，系啊，黄榜都系。是公家间中有些要闻 發出来给你看看。皇榜皇帝发号召诏书，即是皇帝号召那些都有人不喜欢个皇帝的嘛。但是没人会说我不喜欢如来佛祖的嘛，没人喜欢观音菩萨的嘛。因为观音菩萨 流眼泪啦，现在希望大家将牛和鸡放生佢啦，咁样样系嘛？每人放生一只鸡啦，唔使多噶，咁样样奉献嚟寺庙嗰度，等我哋帮大家祈福啦，咁样样一样啫嘛。即系政府话你喂，每人上充公一只鸡，得唔得？所以佢咪利用新闻嘅喉舌嚟达到古时候嘅宗教嘅目的，传播嘅目的。但系人其实系冇变嘅，人都系中意宗教，但系只不过宗教冇与时俱进，变成咗电视台啫嘛。而家就系啦，你谂下中央电视台就系中国最閪大嘅邪教嘅宣传喉舌，系咪？就喺度同佢讲，人民生活几美好啊，为咗国家奉献，晚晚八，感受下全国人民嘅幸福，系咪？跟住广东。电视台点样嗌你晚晚八点走啊？百年葡萄酒啊，同你讲你俾人就多啲嚟近乡加班。咁但系你事实上，你呢个世界嘅运转啊，系要通过大家嘅嗰个运气去运作，各种嘅信息嘅交流。系啊，咁信息交流。咁但系点解你而家我而家就系想讲，点解好多新闻节目啊咩嘢咁样样，你睇咗冇咩惊喜？我头先话斋，我老婆喺度睇到，喺度食饭时候。睇呢啲八卦啊，咁就爆屎渠做乜嘢嘢？其实就系佢新闻，佢就话俾大家听：哦，呢个世界仲有人爆屎渠，耶稣冇打救到佢。你最主要系咩嘢咧？呢个问题咧都同传即系好似教众一样咩？传播啊，即系唔系所有人都一开始有呢个宗教信仰噶嘛？呢啲系培养出嚟，同埋靠传播噶嘛？即系好似嗰阵时咩基督教嗰啲都要揾啲。揾啲阿神父去日本啊，嚟中国啊嚟传播咁样一样，你唔系好即系，其实你成日都话睇到啲新闻啊，有时我哋即系最搞笑嘅，即系最好嘢嘅就话我哋成日都话啲新闻好搞笑啊，咁样都有人信嘅，咁样啲人都做得出嘅，点就系、是、讲到尾就系而家依然好。即中國太大了，大家都是很無知的，依然有很多，即不是說個個人都有這樣的知識層面，即有很多人都還在聽著王杰的歌是流行曲咁样，屌你点解要反复鞭尸王杰？王杰佢冇错啊！你明唔明？即系我唔系咁讲，即系我话你咩？点解会嚟嚟去都仲系
嚟嚟去都仲係咩？光輝歲月啫，仲係我聽咗幾廿年，我聽咗幾廿年啦，聽咗幾廿年都仲係由我老豆細個嗰陣時就聽，啊唔係我老豆細個，唔係啊，由我做僆仔嘅時候就已經 Beyond 變咗啦，已經由阿嫂出街著花鞋變成咗快快快要戴啦，我唔知啦。反正我就覺得好好笑嘅地方係花乜花要戴，我覺得好笑嘅地方係你一個本身做俾啲北方人睇嘅一啲春節晚會，其實你唔需要理會我哋呢啲南方人噶，係啊，你唔需要夾硬做一樣嘢叫做求同，全國性嘅講到好似好求同存異咁樣。如果你係真係咁求同存異啊，你呢個就應該有粵語翻譯版本啦，即係好似以前睇明珠台咁啊，嚇你要照顧翻一啲嚇文化水平唔係咁高，淨係識得聽粵語嘅嚇啲死咩啊？死昂柒啊！系咯，即系你要明白，唔系个个咁好嘅港餐，系啊，唔系咁多，唔系个个都咁好嗰个中文水平噶嘛，系咪？所以我就话，即系新闻节目也好，中央电视台也好，呢啲咁样嘅叫做跨地域嘅文化传播都好咧，其实佢本意就系一个宗教传播，系咯，但系佢只系利用咗变咗一个形式，去同大家做一个大官宣，就大洗脑。咁但系呢一种嘅情况底下，大家去，因为佢一边就同佢讲，我哋反邪教，我哋唔讲宗教嘅，我哋中国冇宗教嘅，我哋中国支持宗教事业，但系我哋唔乜嘢嘢。咁另一边厢又自己又做住好似宗教咁样嘅嘢，所以大家喺嗰个揾惊喜嘅生活入边啊，要点样去？可以360度无死角咁样样去观察翻自己，究竟乜嘢嘢令到我嘅情绪波动？系啊系啊，乜嘢嘢令到我惊喜？乜嘢嘢令到我嬲？俾乜嘢令我几分伤心？乜嘢令我几分痴？咁呢个就系要认清楚自己咯，系嘛？即系你唔好去先唔嗱，我系做咗个错误嘅示范吓，先唔应该去批判人哋。系，我哋系衰，我口衰，我口冇积德啊，成日批判人哋系嘛？起码我冇批判。你关心佢啫。我冇批判王杰啦，即系你唔应该批判人。你关心王杰啫。喺批判唔好批判人哋咁多之余，点样去批判自己？啊、批判自己。每五日三省吾身。唔、啊、好、啊、多嘢要唔唉，好、哎、难嘅呢、這个真系唉，你、哎、今集都讲唔清啊。诶、哎，反正就。我好像没解释到什么叫惊喜，对不住，有解释到的，对不住，我解释得不清楚，大家善待自己，对不住，我们要学会发现惊喜，我跟大家道歉，对不住，没讲清楚到，对不住佛祖，对不住耶稣，对不住上帝，要多谢观音，对不住，多谢观音，多谢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我是河马，拜拜。